Cola 的前成员苏晴半年之前退团，专心照顾因为 Miwa 红馆演唱会意外而受重伤的男友阿毛，并且做一个跳舞老师。有25万个追踪者的他，近日就在社交平台开问与答，当被问到同他们有没有联络的时候，苏晴就没有开名，但暗示彼此的价值观不同。其后有网民发现他已经 unfollow 了七位前队友，他现在只是有 follow 前经理人阿 Wing 和 Cola 的官方 IG。 他说这一年多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，仍然学习着怎样放低一些执着，令到自己不要那么不开心，一切顺其自然。至于有不少支持者洗版，说想再看到他的幕前演出，叫他不如自己出歌，他就回答说会好好鞭策自己，装备自己，机会来到自然有得选，叫大家先留意他的 YouTube 频道。